在里面走的那种感觉特别有意思。其中有三件，今年年底要参加一个中国和法国的中法雕塑家一个展览，有三件作品，当时反正我，他让我自己决定，我选择哪三件可以。我现在变成雕塑家了。Thank you.
哈哈哈哈哈哈。